今天的这一个影片呢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有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，说不要订阅我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的频道太复杂了，什么东西都有 ，vlog 也有 ，prank 也有，很多都有，很乱。因为他们来不及看完我所有的影片。当然呢，有一些朋友也是会觉得，对我的 vlog 没有兴趣，所以呢，我决定。我要开我的第二个频道了，请大家去我第二个频道，输入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我第二个频道了。就希望大家也订阅我的第二频道，来看我的生活 vlog。所以呢，接下来的日子呢，在这个频道每一个星期都有惊喜的东西，就是每个星期节目性的二者开箱等等，大家应该会喜欢看的影片。麻烦请大家大大的分享这个频道，让你的朋友知道的。还没结束之前，也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我小组给我的惊喜。麻烦还没有看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 subscribe 订阅我的频道，好不好？不是钱，我喂。电影首映贵宾卡，有话对明说。详情你们自己去读啦，等一下我一个一个看。你问我为什么要戴墨镜，看不到我在读稿。既然你每次跟我说要主动跟新人聊天，因为陌生的新人对我来说，我也不懂要跟他们说些什么。OK 了，我还是尽量的去跟他们聊天。你对我太好，我太爱你了。Peace Rainbow Time， 我是 Rainbow。一边 play 一边吃 con 就玩一下，好好啦，又有钱拿，极爽啊！哎呦！哦，你们要送我东西啊？送什么？什么？这个要什么？什么东西来的？那秘密，必须要先看这一封信，你就会知道你要做些什么事情的。OK， 好。然后你这个不可以倒着开哈。不可以翻啊。玻璃啊，冰冰，还是说去等它整部的画面要拍嘛？哎，先开看啦，我是。Yo peace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inbow 阿宝。就像刚才我放了一点视频 video， 他们叫我不可以把这一个盒子哦放倒反。现在人家送我东西啊，都要读到好像会哭这样子。Play button 按 pause 啊。All right， 叫我去吃立华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谁讲不可以放刀板 ？Popcorn 跟恩宇看戏的时候去吃 popcorn 啊！红包 man 有帽子呢 ，check it out， 悠悠，刚刚好一杯汽水，这个应该是给我跟阿伟一起烛光晚餐用的啦。这个 T 恤啊，一定是刚才要我读那个信哦，哭的时候用这个 T 恤擦我的眼泪。没有秘密了 ，clear。重点应该就是在这一个 DVD MB4。我还是要说声谢谢你。然后最近你是有唱榴莲歌不是？所以就拍榴莲给你看。哦，榴莲榴莲，真的是不错吃。哎呀，乖乖，我就回到来北店了。Peace， 在这感恩的季节呢，我要跟您说，组长您辛苦了，我要把这个帽摘下来送给你。Peace， 有一年了，谢谢你这两年来的带领与鼓励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。
下一届分组，如果你没有把我留下，我就搬去你的家住。耶、yeah! ！我是佩妮，谢谢你这两年来的。我是李佩威，谢谢你这两年来的照顾。我是李佩妮。耶稣很爱你。我是少雄，在这里呢，应该没有什么要跟你说了。OK 啦，就这样，拜。谢谢你的爱。还记得刚分手的第二天就来找我呢，谢谢你。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就是拍 video， 你也要我拍哦。耶稣爱你。谢谢你的关心。嗨，鼓掌。组长，嗨，组长，我想要跟你说，事情有让我感动，也是希望你明年我当我的组长。感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。Happy New Year, Merry Christmas！ 组长，感恩节快乐。Peace！ 我的生活也乱，就在劝告我。谢谢你，组长。嗨，组长，我是靖康，我是 Darren， 我是嘉欣，我是方有龙，我是 Jackie G。Peace！Alright， 知道吗？现在看我的影片有多少个人哟？全部都在这边。OK， 因为最近呢真的是比较忙了，很难抽出时间。因为从去年12月到今天，真的是忙到透不过气。还是谢谢你们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留言了。如果要知道更多我的影片的话，like 我的 Facebook fan page，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还有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然后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我们再见。OK， 拜拜 ，Peace， 我是 Rambo 阿宝。很 Q 哎、欸，我换一下 ，One Two Three， 哟，哇，很底呢这个 ，OK， 好，就是这样了，拜拜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什么什么？谁看你？谁带？毛来懂了，来懂了。喂，怎么样 ？OK， 大家好，厉害！今天呢，很高兴哦，你们有在这个影片，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阿妹。